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，我是王睿。今天呢，很高兴和丁烈老师一起在演播室和大家共同关注一项全新的赛事——湾区杯第一届中国围棋大棋士赛。丁烈老师好。瑞姐好，棋迷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对，那么这个大棋士赛啊，哎，这个一听就让人耳目一新啊。对，第一届。对，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刚刚创建的一项新的赛事。啊，这个名称也很好听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一般棋手呢，也可以称为棋士，是吧？那对，么大大棋棋士，士。这么一听就是一个很让人有这个去争夺的一个荣誉的头衔。对，像棋圣啊，这个这种感觉就很厉害，对，听上去，听起来就很厉害。对。是的，好，那我们看到比赛呢，也是在今天中午12点打响了。哦，这是面棋。它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两位棋手都在同一个赛地，那么就可以面对面下棋；如果是不在一个城市，那么就在网上进行。哎，那这么这个，之前的比赛好像面对面都是两个人对，要开电脑，是，现在可以面对面下。是的。你看，陀佳希他今他天是好像是两个和赛黄毅区。松，对，他就是两黄个毅赛松区，可能在杭州杭棋院，州，对。跨赛区就用电脑。是，其实这样的也是比较人性化一点。如果两位棋手你想都在一个赛场，甚至是在一个对局室里边，那肯定还面棋还是面舒棋服更点，好，舒服点。对，更贴近这种大赛的氛围。对，谜语挺九段，谜语挺九段前几天刚刚是在龙心战当中对，和顾子豪争夺的这个冠军，但是。1-2，对，很遗憾是屈居亚军。那么我们首先跟大家介绍这盘棋，就是顾子豪对谢尔豪，二豪。刚拿完冠军，对，顾子豪，哎，顾子豪今年的成绩特别好，不仅拿了刚刚的这个龙心战的冠军，还有之前的阿寒铜山杯的冠军，以及天元赛的冠军。拿了3个了，今年有一个三冠入手了，所以今年好像在国内赛场上，顾子豪是夺取冠军最多的一位棋手。现在他又开始征战这个大棋士赛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国内的赛事啊，这个争夺是很激烈对，的。谢尔豪也是世界冠军啊，这第一轮就是世界冠军之间的战斗，这每一轮其实都是一场硬仗。那么这个大棋士赛呢，它是有32位棋手参赛，等级分前31位，以及和一位特邀的荣毅，因为荣毅好像深圳是队，深圳队的棋手，哎，作为拿到了外卡，所以这32强呢就组成了今年这个第一届大棋士赛的参赛阵容。那么我们今天进行的是这个32强的上半区。好，那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二豪之间的对局啊。好，好，我们这看一盘棋下，是顾子豪的黑棋。新小目，单关跳。那顾子豪和谢尔豪呢？你看他们名字都带一个"豪"字，是吧？而对，且好像也是同龄人吧？我印象他们俩都是98年出生。对，应该都差不多，对。年轻。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位就之前的交手战绩啊，7-7打平，就是真的势是均力敌，势均力对。敌。但是最近几年的成绩，总感觉顾子豪是明显要好一些。是，谢尔豪拿完世界冠军之后，好像国内冠军拿过一个，拿过一个王中王啊，还是什么，拿你过肯一定是个拿过国内冠冠军，军，对，但之后好像就没有再比较好的一个成对，绩了。好像谢尔豪出成绩更早一些，对，他那个拿世冠当时是打破纪录的呀，打破或者甚李至昌是镐的纪录，好像是最年轻的世冠吧？没有。不是谢尔豪不是，李昌镐的记录好像没有人打破。吗？现没在，打破吗？我当时，哎，我记得他谢尔是豪，那你可是能。打破的，他是可能进4强的记录。他当时好像是不到14岁，进就四强。是当时是百灵杯吧，百灵杯是就是非常小的时候就进了百金杯的4强。当时是我让人印象非常深刻，就说出成绩很早。现在一直以为他是最年轻的世界冠军。可见他当时这个成绩非常好，出成绩早，让你留下深刻印象。对，他是挂完一靠，对，他这。谢尔豪这个棋出了名的快，呵呵，谢 尔豪棋，是吧？棋感非常出色哈。对，就是一般来说进程都会比较快一那他和李清成谁快？
这都是他们快，可能就也不比谁更快了，我感觉已经是快到停不下来的那种。都很快。对，谢晓豪、李清晨，包括芈玉婷，这应该都是下棋比较快的棋手。好，我基本上很难见到他们读秒吧。你当然这个大棋是赛呢，它是一个慢棋赛，只要每方2小时。每方2小时60秒的读秒5次。对，好，然后接下是来是拖。拖，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像是有套路的感觉，这里一靠，这边一拖，是吗？也反靠他是一手吧。是吧？你如果走别的，他可能局部就要纠缠起来了。如果哦，立嘛，他可能也就当一种交换，哦，就便就感觉上便宜一点，然后还是一还个原心情是吧？来下定式来了。这个还是太常见的一个很常见的变对，化。这个拖在三路，在搬在二路，这个现在是最常见的变化。接下来拆一拆一，哎，比较扎实，扎实，对。因为现在没配合，切起来可能配合不是特别好嘛。这拆一还是感觉更稳一点。这个拆一是不是也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一种下法对，反正不要拆二，拆起来的话，现在定式基本都是拆一，啊？拆所二以为什么不好呢？拆二的话，它有很多，第一这个头也比较软，第二你拆二人家逼这个，将来这里边感觉借用啊问题也比较多，不太干净，比如说我夹你一个。忍是肯定忍不了的，被打一下，你冲出来，那这力你粘上我尖出来，就有这种强行的这种手段，就是说拆二不够厚，而且头也软，人家拐是绝仙，你拆一的话呢，第一很扎实，这个上面也黑的也走不动，一手棋就不干净对，所以这个总体上来说味道比这个要好得多，了。哦，要拆这一，个肯定是要拆一的，不要拆二。对，拆二不扎实，挂九。这里黑棋脱线，对，这个挂小目。一间一间低低尖，下。他也飞呀。这个现在一间低加飞压了定式好像也也挺挺多常的，见的，对，对，然后因为这冲个断。定式被 AI 改良过嘛，改良过之后，大家研究的也比较到位对，就糊起来了。这棋要小尖，现在这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棋是小尖的。原来是不是飞一个原来多？是吃的，吃。对，原来二尖高加这样的棋形是飞的，以前呢，古老的定式啊，这样是飞的，这个这样紧了一气的时紧候了一是，气，以定式书上都是吃的，以前，让这棋黑的扳死，这是以前，传统的一个非常传定统的型，一个定式吧，对，定式书上都是这么介绍的。这定式，但是 AI 出来之后，很明显，这定式 AI 告诉我们，这个双方效率都走的不太对。白的这个棋要追求效率，尖在这儿，效率高一点；黑的这棋也是跳在这儿，效率更高。以前我们都有点还是太拘泥于局部的一些味道、棋形，所以这都比较扎实。但这个棋白棋缺陷比较明显，就逼住了。很不舒服，将来有一飞是那不是？飞太痛了。但你手的话，你尖顶，我就再扳了打你一下，白的太重复了，效率很低。所以这反个而是棋，有点局促对，是所以吧？AI 当时这个定式看见之后，确实大家很快就认同这个手段，确实能理但解。是就是在 AI 推荐之前，好像就没有人说这这个棋要点好尖，像不是这个感想不觉是到。吧？没有这样的对感对，觉，这棋手就感觉味道不是个扎，盲点。味道不好啊，不扎实啊。对，因为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小时候学棋的时候，老师讲，包括定式书上根深蒂固的，就是这是教科书般的定式。对，这个就是第一感，对，也没有人提出过要尖。其实这个尖看起来是没有这个对这个子的没有挤住他对。的气，自己呢好像不，但松是一点，AI 一提出这个下法，基本上棋手们一看就马上就认同是了。吧？对，只要一看见这个，确实，我看见这个，我感觉就是明显比这个好。但是 AI 没出来之后，确实就看不到。没有人往这想。包括还黑是棋有也启是，比发如说性这的棋跳一个也很有启发，这棋肯定比搬强，搬应该还是太慢了。AI 这个确实是有道理啊，这个跳还是效率高。进行了改进，对。然后这个实战马上靠，这马都上也靠，是 AI 的招。
这都是拿 AI 研究之后。对，这两位棋手，这个对 AI 的这种套路也非常熟悉对，啊。这个 call 比赛当中现在也见了好几回了，已经。我看他们这局棋开局落子很快，啊，那谢尔是豪吧？在肯定快，谷 子豪好像主要是有谢尔也豪挺在。好。谢尔豪是肯定快，嗯，谢尔豪谷子豪下棋好像也不慢也不啊。慢，你也不想慢。他的快棋就很厉害嘛？阿对。含铜山杯还有这个龙兴站都是快棋赛，这两个大赛冠军，对对对。吧？所以他快但棋有实些力。下的慢的，像以前下棋特别慢的棋手，他快棋也不见得说就不行，快棋也还是很厉害。但下棋习惯可能会下得很慢，甚至于他会觉得下到读秒可能更舒服、更好下一点。对，也有这样的棋手，嗯，对。那这个打完一打完耙，接着爬。这些黑棋搬上面，我看之前谁下棋谱上搬下面有，搬下面白的连搬，非得就粘上。嗯，这个好像也见过，对，白棋这样靠两下就当先手便宜了，嗯，搬上搬面，上面是想往前再拱一拱，往前再爬一爬。呵。然后他他先先跳一跳一下，下，对，这个跳到还还是是很好的一个是吧？时这机个吧。万一这地方目走数多便了，宜走了，后了就担心跳不到了，所以嗯，他先跳，先跳，跳到肯定是便宜的。跳到的时候再断一下，再断一下，嗯，这时候黑棋也只有吃纸是吧？黑的只有吃黑的，这个两个次序不能搞错，要先断这因为边再跳跳不就到跳不了，到后了，手了，对，嗯，啊，接下来断完是。脱先下来比较灵活，哎，因为他断完脱先，他是一个思路，因为本来这棋如果白棋跟着硬搬了连扳，他是不需要断的，他直接搬了连扳就行。就是先手。对你打完应该不能反击，因为这不然打出来输不了，打完应该只能粘嘛。如果他连扳的话，大致就是打了粘上定型，再是粘上，吧？这样白棋会落后手。嗯。对，这也是一种下法嘛，白棋就把黑棋封住，也不是说不好，他实在是思路比较灵活，嗯。他断一下呢，就是为了脱先，因为如果不断这下直接脱先，将来黑棋这地方走出来之后，这就断不到了。嗯，他断到的好处是上方多了一个打保吃留的了绝打仙，吃，对，他对多了个打吃的绝仙，肯嗯，嗯，定是便宜了，所以他这是一个构思啊，他断完就是为了脱先的，他如果对，局部要走的话，其实不必要断这个，他就觉得上面这条别人价值更大，他觉得这地方吃可能有点慢，嗯，因为这个更宽阔嘛，这条对，边速度更更快啊。价值会更大一些。啊，这里黑棋就是点一个定型了，点一个定型，点个之后再把这边跳出来。这样子白棋保留一个保留打打的，拔的一个手段，对，但当然它也可以先不走，对，就是留着，这留打着。拔也没有那么大，就是以后的一种手段。哎，现在还是继续抢大场啊。抢大场，这条边看上去就是最宽阔的一条边了，所以这个应该比较大。它是靠，哎，靠！这个靠完拐好像也是这个之后的，见过好几次这下法。靠完拐，靠完拐。那么，如果这里白棋不走，黑棋就是打吃吧？不走，这嗯，是打吃，不走这是你这是要粘还是渡过？粘上，渡只过的能话就粘。变成打结对，活我只了，能粘了，只能粘你这就半个，粘是吧？对，嗯。这个棋。死活出问题了，局部不活了。这黑的这样对，黑的还是太舒服。这样的话，白棋虽然能提到一个子，但是这个假眼，假眼没活哎，嘛？你爬我搬正好，这也没眼。所以拐基本上是个先鹰手，眼对没什么特必别须要重要硬，的时候还得哎，硬。必须要硬，它是补在这对，他硬的还比较积极嘛，儿，嗯，因为堵在这儿你再打他就，这打住还粘粘 上上，粘吧，上，对，嗯，粘上。粘上的话，明显这个搬就防住了这个对，搬粘这还了，是一个好点，一个己所，对。反正这样活了就行。这是一种交换，拐一下这个交换，拐一下这个交换呢，也有利有弊吧。对这条边上来说肯定是亏了，那就是现在呢，他要发挥出这手棋的一个作用。对，因为我打你，其实他没事可以来试试硬手，你如果粘上也有坏处，粘上的话他这粘完扳，这地方上面的头啊，黑棋会很舒服，有很多的借用，这其实也有点麻的。如果这地方发生战斗，打完粘完搬过来也很舒服。嗯，
就是他什么时候，但是黑棋会他可以随时打试一吗？下下，先打。他打也有可能会担心打住不见得便宜，倒也有可能，因为以后也有这种搬的可能，种种。但是他可以试应手，就说他这地方多几个子厚了之后啊，这个交换从实际上来说，我觉得黑棋是亏的，因为本来我这棋将来立一个，那还是有点潜力的。比如说我先围一个，或者将来立，这个交换目数上是有些亏的，但是从厚薄和上方战斗发生的话，黑棋这个能发挥出作用，所以现在黑棋可能就要把焦点放到上面。是的，现在他尖冲。对，这个我觉得跟这个拐的下法应该都是连贯的思路吧。尖冲完一跳，就把这当一种打入的手段看就行了。就是。这样白棋是没有心情在下边度过的，是不是？度过主要是度的不舒服，所以一般这种棋形不太会往二路走，因为你度过只有这一种啊，那别的你也过不去，你只能走这儿，狗叫，其实它还也挺有，半吊子的。对，将来黑棋真要用在强，将来，还但是能你可够能现跳在的。不会下来，但是这个白棋这种棋下出来，自己心里不舒服的，被压低了哈。本来价值就不大，我这跑二路去效率就不会高嘛，然后还提心吊胆的，好像。连吧也没有连得特别扎实，对，你看这个度过总共也没有几步棋，对，所以所以这跳种出来棋是比较正义的一步棋。一般是不会往二路去考虑的，黑棋还有心情是吧？黑不棋下来。虎嘛，它有多方面的作用，不像白棋飞那么简单，对吧？黑棋虎还有把自己走后，甚至有虎住我威胁你的角，它这个棋用处比较大。刺，次主要是为了灭黑棋的眼啊。其实次，你要真说从实际上来说，我觉得次一下有可能还是亏的。这个脚伤这脚其实有点伤受会伤有伤了，害，这棋形稍微有点打架，对，稍微有点打架的感觉。但是他这个其实为了灭黑棋的眼，这样的话黑棋下的就看上去白棋把黑走重了，再然后跳，跳，对。还是其实对黑棋这五个子要施加一些压力，是不是？对，白棋还是想通过攻击来获得一些利益，来定型嘛。先压，压肯定得退吧，这棋不能顶不住，能顶哈。不便宜，顶住味道太坏了。将来就是这有虎完了点，或者说点了点三三，这个味道太坏了，肯定不便宜。这种棋一定是退还是要退。的，因为退你将来虎我挡住，你一路搬粘都没有了。要好得多，这个子儿作用不大。对，还是退的好。贴完了一跳，这个够狠的，这个。继续在这儿抢控啊！对，白棋其实理想图，它这跳出来，它的意思就是可能你走一个中间，你出个头，它这挡，这串呢，它就算攻击有收获，通过攻击获得了这个实地的最大化，效率还是挺高的。那黑棋就非常的凶，够狠，这棋不用管，继续再捞，捞，对，继续捞，继续捞。继续捞，他不担心吗？我们看看这个。他也是试白棋一个应手。白棋局部如果目数最好的，你肯定是挡这个。那挡这个呢，那我就立。由于这有冲断嘛，这黑的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样他一边捞一边桎梏，对，所以白棋没有肯退让。白棋实战这个也是挺拼的。他是冲了粘上去。冲完粘上，他威胁你啊！这个你现在不走，我吃回来，你这几个就没什么便宜对，了。没有占到便对。宜。你如果要继续进去，那就那是中途白棋可能就要亮剑了。要动手，但是黑棋确实它也是虎的，实战就但虎，实战就是虎的，很公子凶，豪对公拼子得豪很这个凶，棋真的还是拼的凶。也说明其实我觉得状态确实应该还是挺好的。顾子豪这个很自信，这个完全不担就是心，在前几天，刚刚是很2-1赢了米玉婷啊，拿到了对龙于星自战，己这个棋的死活很，我感觉很状态很胸好，有成竹的。是，气势正盛。那么白棋下好，看上去对，这么一走，黑棋出头是比较困难了。头是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出一个能简明出头的方式啊。
这部小尖是不是也是，就上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选点吗？小尖应该第一感吧，第一比感是较尖，容易想到。那不尖怎么封呢？不尖封不好因为我在想这三个字是不是，啊。那但这明显是个口子但这啊。边也。那他所以他得算嘛，他就觉得小尖一眼，刚才说一眼看上去黑黑棋这个口子不是很容易对，就出来。是在封锁的时候，这两边不知道该封哪边。那这里，肯定是实这战里选第的一这感，边。因为这里你不管怎么下，我一眼我就看见黑棋溜了。那走这个的话呢，刚才说简单看的话，黑棋没有简明出头的方没有式。简明出头方式。对，那我们看看黑棋啊，它的实战选择。现在黑棋首先要处理好上面这块棋，不能死掉，对吧？死我觉得倒是不至于，但是这个棋呢，作为黑棋来说啊，就是你不死你也不能为了做眼一顿乱撞，把周围撞伤了。白棋如果封住的话，我感觉白棋也挺满意的，你看这一串下的白棋好像还是挺愉快的挺愉吧？快的。但黑棋这个它是有想法的，它这一串撞完之后啊，我们突然发现啊，白棋好像不太敢粘了。不敢粘是吧？如果粘，粘的话呢，我这就打掉，我就全走掉。它就这把这个个交换它掉，是一挖，瓦粘，对，这里有一挖。这个棋黑棋肯定要来硬的了。这些都是在积蓄力量对啊，你这不然的话，这一顿拱 就削是有的，点俗手。对他一定是有很暴力的下法。对，你说粘上的话，他给你断了，拱了一圈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他黑棋的这个气还是挺长的。这个对杀的话，白的应该杀不过。这一顿，这白棋应该是要被吃的，杀不过黑棋，所以黑他棋如果说，挺直接的这下法。哎，他这个如果不打呢，可不可以直接挖断？啊，这什么都不打，直接瓦哎，断，不行，他争死了，哎，争不死。真不死。就是这个打，可能将来打不到，是不是？在走那之可前。不是肯定是打不到了，就是我感觉你长我是不是直接贴出来，我这都可以不要，你这全死了。我打完加你一个，是或者二路扳扳，这黑的应该是不敢想都不敢这么想吧？那所以还管是你要也不先行。在这里召唤掉，对对对，只有而且我刚才强调这下都得打掉，这我个都都打担掉。心这打完这个都打不到。哦，你只有全走掉再断，对，这目标就是一定要跟这块杀。就这个打再打都是准准备备工挖，作，准备挖，这次序很重要，你不能先挖，因为先挖撞伤这块，你这块也不能死啊。所以打的时候，白棋现在呢就要慎重了啊，不能粘了。他现在补，对，白棋还是防这个挖断。还是防挖断的。看看黑棋怎么走？黑棋如果说提掉或者对，在黑上面打，棋也没有选择提。不管是走哪个吧，在中间补一个。就是黑棋如果提掉，白棋是不是只有把这块棋给杀了呀？如果杀不掉，感觉白棋应该没什么收获。毕竟黑棋在这里先已经捞了一步了，对捞了吧？一步，而且这很奇怪，我这地方我将来小尖，你这个活也会活得比较难受吧？可能活倒是能活，这如果杀不掉的话，黑的这再一顿攻击收获巨大，这能杀掉吗？可能是要杀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杀，怎么办？好像不好活。这头怎么出不来了？那好像已经死了。那不行，那确实好像杀掉。黑的也出不不敢来了吗？他这边打，我再打打过。就，我不能让你粘完搬出来。你打我就是打。这里这时候黑棋那如果这打，我肯定要走这个。对。这个没有关系。你管我就搬，我这都。反正主要没是两只关眼，键是这里不好出头是吧？对，不好出头。而且我搬到这儿，你这搬我就吃了。白的好像眼位也不错，局部基本再走一个就活的。黑的这样好像是危险，看要起来黑很危棋险。的，对，比较危险，所对，以没敢提啊，实战当中，也没敢提，这个龚子豪是没有提，就没打，没没有打，提就不要打。他先搬，这个先搬，先搬。如果说你要挡，那他就要提了吧。对对，那搬到活了，搬到肯定活了，
这是他的意思。对，你挡我，甚至于我是不是再扳你一下，对吧？再扳一下，再踢，这样好像扳到你，你总可以打住了，眼位比刚才好的不是一点点。嗯，这样肯定活了。所以扳的时候，白棋呢也不能硬了，是吧？对，白棋先扳这个，扳上面。他为什么要先搬上？先搬黑的一虎，你粘黑的都过了。嗯、如果我直接粘黑的是爬，再搬不就退啊？也唬不住，唬就拱断了。嗯，因为这边还有打。对，我就打掉嘛，冲完断，好像白的不行。对，这边因为打到这儿，白棋这里呢也不敢虎，如果虎，我不敢虎，对，黑棋一弯，嗯，这里一冲断，嗯，这个白棋好像是，或者我就打不算，对，出不来嘛，白棋气应该还是杀不过，这对、嗯、这个显然杀不过，这不行，这白的不行。嗯，补不下去，但不知道跟实战比哪个好。这样的话，你爬，比如说我脱先，我不是外面多一个先手。嗯，他实战是先搬的，先搬的话，黑的虎到这儿去了。对，然后现在黑，你得粘了，因为你再走是后手了，你再走这块棋，黑的基本上是活的。嗯，那就粘上，双方还是妥协了，这样黑的连回去了，活了。嗯，告一段落吧，到这儿下沉的一个转换。白棋封住这外面这后市价值还是不小的，还挺大的。但是黑棋之前毕竟捞了一票，黑棋还是捞得很舒服。这个实地怎么样？实地黑棋也不少。黑的主要这块还挺大的。啊、这个有一个角。这个目前实地可能黑棋要好一些，但是白棋潜力还是有前途的，这个打一个先手啊，这中间还是很有潜力的。嗯，那这棋还不好说吧？还早是吧？嗯、还很漫长。不好说。现在白棋打了一下，打了之后他是选择了提调拔花。嗯，比较稳。比较厚是吧？主要拔花三十目嘛。当然，这拔花也是一步。嗯，很大，对，很大的，很有价值的一手棋。当然也很想在这条边上走，我看应该好像推荐倒下去。这个不拔，嗯，是直接往下倒。就这种、这个、这种时候判断其实也挺难的。这个感觉棋手也不太容易想到，这棋就往下倒。这个二字头给你搬是吧？给你搬就给你搬，我也不知道搬的时候白棋是走什么。他是要，就我就这个吧，就跳跳吧，就走这怕断吧。那就跳，那他还是比较在意实地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嗯，就强围守住，因为你走多了也没事，我这搬到这儿，你这地方也没用，没潜力。对，比较实惠。嗯、但这个是我觉得棋手绝大多数这个局面，我觉得都会选择提。嗯，就感觉这个就很舒服，很大。在这个棋手的判断价值体系里边，像这种挡啊什么的。这个比较模糊是吧？这个价值可能会想到什么？我走这个呀，什么之类的、嗯，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大。对，就感觉就不会想。因为这个，你看，如果被黑棋长出来，AI 这个就比较极致。如果是黑这个长出来，对比一下，就潜力没了嘛？是中府就什么都没了，而且还变薄了。我觉得提个对，虽然 AI 给的分是 AI 这个是推荐这边，但这个。我觉得棋手多半还是会棋的，这个还是符合人类棋手的这个价值判断的啊。但棋可能 AI 是觉得这地方第一中府确实不好围啊，我这个也不是很厚，这地方将来是不是还有点啊？那个空其实也有点稍微有点漏啊、哦。这个点就说要冲的话，这边可以冲过去。就这个空好像眼见的也没多少，围不住什么东西，嗯。但这个主要是厚啊，提的。对，黑的一般，那确实也有道理。就黑棋搬到这儿之后，这个中府真的挺难围的。黑的这个头很高。
你看黑棋现在采用的策略呢，就是捞空。嗯，黑棋就渗透就行了。他就把这个子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看，你粘，粘也挺奇怪。我继续捞。我感觉白棋这个时候的思路，他是非常的贯彻啊，就是一定要围中府。但这个思路是否正确，我觉得很值得商榷。白棋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中间去了，这棋难道不应该立吗？立为这个边空大吗？粘上主要是这样，二路一飞，这个棋已经就无以为继了。就下边基本上没有空了，漏了是吧？走不动了，主要还是。那这个中府真的好围吗？你看他继续围。确实思路是连贯的，思路是连贯的，但是我就觉得从判断上来说啊，这个思路不一定是好的思路。那边控损的还是有点大，黑棋我感觉相对来说黑棋思路也很连贯，你看捞啊，继续捞，黑的捞得很舒服，一直是以捞空为主，黑的招招都在目上，对，白的这个一旦落空的话，这棋就很危险了，因为实控中府就看的为多大了，现在就看这个中府白棋对，但是怎么成控？你这个中府很难自己单纯去围，因为这地头绪还比较多，这地方明显牵手棋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明显是也是一个大口子，对吧？至少也是一手。这个地方主要是也没有完全封住，这地方有断点，这打完贴出来之后啊，也薄，要感觉借用特别多，像这种棋形的话，黑棋可以去做文章的寻找头绪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。对，不担心你成大空是吧？这棋我还是站在黑棋这一边，有这个入侵的路径的。活棋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一点，这不是很好围，这个棋不够厚。好，现在白棋靠上来。那这个其实也是。觉得自己单纯围不是很好围，也是想找调的，但这个棋我感觉就有点奇怪，白棋这个步调啊，这个不是明显人家不可能缩回去的，不可能退的是吧？黑的不可能缩回去，肯定是要搬出的呀。那就是一个，这是白棋肯定是预想图嘛，对吧？白的肯定是觉得下成这样，那下成这样我实在是也看不出来白棋有什么好的。白棋下来，黑棋两边都活了，这中间将来再就出来，这怎么尾啊？这中间，黑的还有妙手，黑棋先贴，这个适应手的好时机，对，实战白棋跟着搬呢，黑棋目数就便宜了，以后这个棋加过来呀，或者说这棋还有，说还是不是还有断的可能性，这种手段。他随时还可以搬了度过是吧？我跟他搬这个，搬你又会不会冲啊？冲我吃，局部至少是个打劫，黑的也不会死。或者说简单来说，从目数上来说，我加这个再贴一下就便宜了。这个主要是从目的角度考虑是目也便宜，他适应手，因为如果说你特别狠的话，你可以走到这儿，那走到这儿的话，他就搬粘先生。哦。所以他现在这是个很好的时机，时机，对。来拿捏你这个实战还是白搬，因为不能被搬粘先手，这跟眼位有关嘛。交换之后现在黑棋飞出来，但其实这块棋黑棋肯定是活的呀，对，好像并不太怕攻啊，那这棋头绪更多了，刚才我们就说这没封住，这没封住，到处现在又多个口子，更忙活了。白棋无非就是穿下来破了点黑棋这个目数，黑的本来飞到这儿，你就算把这破光了，就十目棋嘛，就白的下来可能破了黑棋十目棋，那中府如果就全没了的话，白棋这空太少了，就全盘的目呢，可能刚才不靠之前白棋也没有很好的选点是不是，他就是很也麻呀，对，就是找头绪调子不好，我是觉得白棋一个人自己围中府的这个思路，这个下棋行棋的调子会有点别扭，不太好掌握啊，一个人围不好走。我们看实战它是搬了点，搬了点，这个进攻倒是黑棋也不是太担心，黑活嘛怎么都能活，白棋还是想通过攻击，对，还是上面封，就是把头给封住，白棋就通过攻击来定型，
这黑的打掉。这个黑棋活得也很舒服啊，娴熟，很愉快。就是我们可以总结成这样嘛，就是白棋靠下来嘛，本来在白棋下，白棋花了一手棋，嗯，白棋花了一手棋，把这个口子封住，本来也封住的，就花了手棋破了黑棋点目，但黑棋这一方也长一二三四五六，其实下来黑的没少几目棋，这个现在白棋落了个后手，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，嗯。反正就看中府了，但我觉得像这样白棋这时控实在是有点吃紧啊，黑的目太多了。现在，黑棋先刺。白棋这期效率还是成问题，这中间刺完了从这里，这是真的狠。大铁。那这个是不给你收控的。权利了，对，正常我觉得正常收啊，可能黑的形式也是不错的，也挺好的。比如说我这地方定定型啊，钻一钻，钻一钻，嗯，就是渗透渗透，压缩压缩，嗯，黑的时空也是不错的。他这个就没有收控的可能性了。这个白棋如果吃不掉黑棋，他这是连根给你绝了，对，那就没得谈了，杀吧，这不杀，黑棋的这个收不动了，战术战略。自信就是跳得最狠的下法。这盘棋我觉得顾子豪就下得非常的自信，嗯，他觉得信心很足，你拿我没辙，嗯，确实，就是从道理上来说呢，这之前也一直提到，白棋本身是不够厚的，嗯，不够厚呢，黑棋可以腾挪的地方、借用的地方就比较的多一些。对，只不过呢，就说他这种最狠的下法之外呢，其实有一些相对来说这个保险系数更大的下法。嗯。但是黑棋是认为要走就走这个最狠的。对，是吧？这个狠，而且他自信啊，他觉得占理啊没问题，能活。但我们看见好像觉得这个有危险，但是可能对顾子豪来说，他觉得他看得更清楚。你看着有危险，但这个棋呢，从棋理上来说，就是他可利用的地方太多了，他不担心。没错，他就是有信心。空间也足够大，这个勾肩搭背的走一走，感觉眼型还是容易搭出来的。主要确实是白棋自己啊，使不上劲儿，使不上劲儿，只能退。啊、你这里不敢用强，是不是？搬我就加，你自己就已经被断了。如果要搬这里。就加有断点吗？自身有保卫，所以实战还是要退，只能退。哎，这里不敢用强啊，又来搬这个。手劲很多，是找你头绪啊。这个思路就是这个手劲很多呀。嗯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就这种地方还是挺值得棋迷朋友们借鉴的一些智孤的一些思路。对。你就是尽量的去找别人的麻烦来达到腾挪的目的，如果自己一个人中间瞎跳瞎蹦跶的话，不是说那样不好，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下的就有点松，不够紧凑。对，这种下法是智孤当中很好的，是一定是找寻找借用啊，寻找借用容易走两走就眼位就搭出来。这个你想他白棋走在别处都不肯啊，被这连续的两下，对吧？这个是不可接受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只能，他是猴，这里不能脱先。嗯，他搬是担心。搬他是也觉得有这两打吗？哦，搬就可能会暂时保留吧。对，先保留，就将来这两打是绝先。那可能中间跳跳走走，对，眼位就出来了。也是适应手是吧？也是适应手。他这一搬也是问问你。对，其实就是寻找头绪了。所以。白棋弯一个，嗯，弯一个，反正他在顶，怎么着他都利用你两下，嗯，利用你两下，这都没什么脾气，这也只能退啊，只能退。那这不能不走，这不走被我打完一粘，你还不能断我，断完打完就有一挖。嗯，你要比如说这里，怎么样来分段一下哈？嗯，这打完一粘可能要吐了。你如果断，那还有个挖，嗯，把挖你打完了，可以贴在这儿是吧？断开再去活脚，能活吧？应该能活，但是留一个味道，对，是吧？或者这还有小尖，反正能跑，或者黑的先可以先这边先走嘛，或者打完先跳之类的。
就是说，这边你白棋再走一手，我黑棋也不见得会死。那这地方头绪太多了，太薄了，白棋。白棋考虑之后还是再接着长。没办法，这棋白棋发不出力。哎，对，就是这种发使不上劲儿的感觉。嗯。然后看看黑棋，啊，他是长这个。这下的真的效率很高啊！这个棋为什么黑棋会特别自信呢？觉得自己能活？我们会发现，通过这个进程，我们会发现黑棋打出来之后啊，首先这地方它有借用，嗯，借用上了。你这块棋我也有借用，对，借用上多俩子，这块棋继续借用。一边做眼的时候呢，一边还瞄着断点、后屋保卫，甚至于还有回家的这种可能性。嗯，这头绪特别多，这种棋怎么杀呀？对。不好办，这个黑棋啊，基本上是把这个行棋走出最高的效率了。反正借用都借用上了，黑的现在主要活了的话，白的时空应该不太够。再点，黑棋就贴过来。啊，这下法可能就比较多了。他贴过来，他不怕冲，这边不怕冲是吧？有没有冲断呢？不知道。试一下哈，如果摆，如果是冲，这个是长还是尖？尖一个，冲死了，冲死了，嗯，拦不住了，只能退。嗯，那准也不能转换吧？这个感觉什么时候挡就断。对，我如果这个转换好像不能不能哈。转换很明显，这个白棋死的更大。更多。对，这不不行，这个图 pass、嗯、冲不了，冲不了。这其实是就什么，就算是战斗结束了，杀不动了。然后打这个。嗯、那无所谓啊。他。黑棋弃了，黑的是先长的，啊、哦，对，黑棋长，这不是，然后他再虎过来，这不是不痛不痒的吗？这有什么、这样的话，黑棋就已经是顺利联络了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说这个冲不成立，那现在更不成立了，现在也不成立，对，不会往这，一样还是可以从这边冲过来，对，哎呦，那黑棋还算比较轻松的，对，很轻松，处理好，那这白的空。白的空眼见的这块棋大概十目，嗯，出点头也出不了多少，十目棋，白棋全盘可能三十多目棋，而且将来黑棋在黑棋中间好像也会长一些目，是不是？啊、那倒也不奢求吧，你走什么，你定定型总是白的先手定型的权利还是有吧？哎，如果黑棋将来长，那这是什么？哦，这边不行，这边没必要吧？没必要，你就把这白棋当先手就行了。嗯，我不冲断你，你给我点先手还可以吧？不要太过分了，杀我可得算了吧？嗯，想多了，想多了。时控就很白的，现在全盘就三十多目棋，粗粗一点。白棋，除当然你如果手手脚可能能走到四十目，那黑棋这块就二十多了吧？这条边，对不对？二十五目棋。是二十。这两块就三十多了，嗯，这个角四十五、十五、十五，小六十了。啊，白的时控还是要差一些。对，这个时控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嗯，关键是现在黑棋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，是吧？都比较厚了，嗯、现在白棋是次。好，白棋就想定型啊，嗯，这气冲，他是退，那我再冲呢？什么？嗯、他没冲，他先在这儿断了一下。哎，我如果接着冲是什么情况？对啊，接着冲呢？我如果冲，你去挡，是要断吗？要冲完总得断吧。嗯。断了，这两个子不是已经死了？搬，嗯。没死。没死哈。搬。
对，能搬回去，嗯。能搬回去。我如果腕可以打，对，这样我不能断了，断这边可以冲过来。对，冲能冲。嗯、对。那冲一下，冲一下，走走重嘛，冲一下也不亏了。然后先要这里断，嗯，收关，适应手，适应手，断一个，问问你，看你怎么收。如果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它是它现在有个问题，它可能跟气有关系，跟这个贴有关系。哦。但这个打完了，吃完了这一贴，打吃先手，这个反正。可能就更还是跟中府有，我这边如果要吃不太一样了，嗯，你皮，那或者我就打了吃，你还敢不敢吃啊？嗯、或者说手段很多，他现在我有点明白，他想吃一个冲断，嗯，如果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，你空扳嘛，啊空扳空扳，空扳我就长，嗯，我就长。你这得补，嗯，现在可以粘到这儿。他这个通过这个交换把这个跳防住了，嗯，哎，我跳冲断也可以打我先手是吧？那你得先，你前面先断掉吧。是我不是怕断不着吗？如果能断着当然好了，嗯，反正有这个手段嘛，我不知道这个次序怎么组合一下，可能就别冲断就先吃，嗯，你要是不吃就不吃吧，就算了。反正也是个适应手，看看白棋到底要哪边。嗯，实战白棋是选择要这边，要这边的话，他目数又亏了。哎，白棋是不是想杀黑棋啊？白棋这个棋，我一吃，这目数不是感觉可就提到这儿，这目数肯定又亏了点吧？中府白的是要怎么？冲断黑棋，对，现在黑棋白棋是以目数为代价吧，换取中府这个后势是吧？那你就看你能不能杀掉了。对，接下来就看这怎么有没有棋，感觉上不好杀吗？这个感觉头绪很多啊，这地方是什么冲？嗯，它是冲，冲就顶住，嗯，然后拐黑棋，你看它继续立。对，黑的完全不担心，完全不担心这个断点、啊，完全不担心。就你现在如果直接断进来，不是这白棋有点自己，对自己是不是有点什么？我就贴你一个，这俩不能不要吧？这个如果粘，这随便下下白的都死了吗？这已经被夹死了，已经没掉。如果要搬就断了就行了，是吧？断也行。你还要挖是吗？摘都行，挖。还要更狠的下法。断一下清楚。对，嗯。那你这两个不要了的话，比如说你补这边，这能杀呀？嗯。这不能杀吧？这个眼位有没有可能啊？那我这就撞气呀、啊，就感觉非常的凶险。撞气，主要走这个，我就全跟着你硬嘛。对呀、啊，这个空间好像是活棋的空间。对啊，就走进，这不还有冲呢？嗯，这冲了断，不好吃。这边还有各种味道先手，我感觉我顶一个也是先手。你看，手段太多了，黑的全是先手。这不能端进去，这不能端，这哪能吃得掉？这吃不掉，吃不掉，吃不掉。我们现在已经跟这个棋局是同步了啊，就实战，他们就是现在黑棋已经立下来，嗯，白棋还在考虑当中。刚才摆的就是看能不能，要想吃棋就得断，但是好像断也吃不掉，吃不掉，吃不掉，这肯定不能断。那如果说他要补，这里怎么补啊？冲过来。如果补一个黑棋粘回来还是什么，他应该会有点什么别的补断方式吧，嗯，或者他算了，他搬过来算了啊，那我不是把你俩吃了吗，嗯，反正他也不吃你了，
那我活着还能吃俩？那你的意思说我也不知让道你先好。当官回去？我感觉白的怎么走都不会很满意吧。我当官回去之前，我肯定这地方我们都走一走呀。比如说，冲断不成立，就比如说顶一顶，唬一唬，定定型，再回去。所以现在很白起呀，也在考虑这个怎么定型，是不反正在考虑自己墓到底去哪儿了。是？想了5分钟，没想出来自己的墓数在哪里。那刚才脚上这个交换木梳又是黑棋便宜了。肯定黑的便宜点呀，不就等于黑棋加了一个，冲了吃了一个，你白棋的里边吃了一个吗？肯定黑的便宜了。不好办。杀是杀不了，这怎么杀呀？哦。现在是白棋吃棋断是不成立的，就现在看怎么样来定怎么型样了。定型完了，就我们可以看白棋现在啊，不知道能定型能有什么收获啊？眼见的目前的目数来说，算你打先手好了。是的，这块棋10目棋，这个地方2目12。22、23，30目，这角可能算你走完，你先手定型，你再把角围住，角上再给点这十目，中间四点十了目吗？点了，点了而且算你把角围住啊，四把十角围目。住之后40目，黑棋呢？6、7、8、9、10、20、25嘛，这块5目可以给吧，5目棋有吧，30目。5目应该是有的。36，36。这35吧，嗯，走，45、47、49、50、52，刚才白棋是四十，四十，是把这个已经给他对，多算一手都棋。算一手棋，然后该黑棋下，但你就不知道这地方还能点多少啊？你刚才这块给白棋点空了吗？这个地方没点，都没点。地方不知道能点多少，那还是要稍微辛苦一些啊，白棋现在要不好下。这地方主要不好收，没几目棋，还在长考吗？还在长考，谢尔豪长考了，肯定代表着这个局势局势不会好，是吧？如果因为说形势有利的话，对，因为他本身下棋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一定是遇到难题了，对，他很麻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走，那这个大棋士赛呢，是这样的，他这个前2轮先在北京进行和在线上进行，决出8强之后。这8位棋手将会前往深圳进行这个线下的对局。因为这个大棋师赛呢，也是由深圳宝安区这个来主办的啊，主办方之一。大棋师赛的冠军奖金也是50万元人民币，哇，挺高啊！挺高的。搬这个，啊，下这是落子刚了，搬才了。瑞姐说的这招，想多收点木出对，来。考虑之后。还是搬了。搬这个，确实，那黑的是怎么走？把俩吃了。吃一个后。如果简单走，比如走这吃，吃这俩，主要你冲我一下，我是走什么？冲一下是不是有点麻呀？冲，如果挡的话，是不是怕人家断了？我怕倒不怕，但挡住，我感觉被便宜了。如果断的话，可以粘这个，是吧？如果断这个，粘这个里面是双咱家活。木薯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啊。但你不挡的话，这个还是被白棋含在嘴里啊。对啊，所以这冲的有点难受，贴这下能不能贴到？贴不到。要不别吃这俩了，你搬我就贴，有点不太肯是吧？搬这个应该确实还是好一点，那可能就把俩吃了算了吧。
吃俩不建议，决一建议就连回去。这吃他不吃，朴实无华。就是、对，最朴实的一招。但我觉得决一如果推荐这种招法的话，决一一般就赢了，他就这个清楚。对，这有点胜利宣言的感觉啊。对，他这清楚。当官粘回去。有时候就是 AI 就是赢多赢棋的时候，他不见得他推荐的是最好的下法，但他一定是胜率最高、最简明的下法。对，最简明的下法。不闹了，哎，你看那个，这谷子豪不是我得闹一下，还是这个有情绪的啊，这种棋，就这个当官粘有点，这个是棋手肯定会往这种地方想，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哈，嗯，不是也不是不好意思，就职业棋手肯定是要追求下的更好一点，效率更高一点，就很容易去想这些下法，都觉得不好，实在不行才会考虑这个。决一他就直接给你，我这个胜率高，那我这个可能不见得是赢的最多的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也不见得是最好的，但他这个绝对是没有变数的，啊、像这种棋下出来就不给到你任何的看不清的东西，他跳看得清的下，对，没有风险啊。嗯，但这个我也不知道，这之后便宜不便宜，确实是也很难说。那 why 呢？看看这个怎么操作了啊？看看谷子豪怎么操作。挖一个不错。发现了什么？你就想不想让你冲吗？我想双先嘛，你冲我打你一下嘛。想双先。哎，我看我只能走这里。那这个比这个被打到了。那这个被你对这个被你便宜到了。那我如果吃这个呢？那我也便宜了。那你粘回去。那肯定便宜了呀。嗯，也便宜。哎，那挖一个还可以。嗯，挖一个看着还行。给我走。打。哎，我是粘还是提呢？嗯，都便宜了。我提吧，还是提吧。嗯，而且我挖好像没损木，粘木也不亏。这个还感觉白的，这个还可以，白的不行。对，因为这个活起来也还可以活到这儿。这活的好大啊！嗯，这个黑的还可以，这个出挖一个感觉还可以。看看下一手黑棋是不是选择挖？谢豪。哎，那我不玩，我这样单贴好不好？嗯，贴不到呀。刚才我也想单贴，贴不到。你再打我长。嗯。那总是这样挖挖，你如果也脱先的话，我会好一点吧。我粘到这儿，我还有很多虎，我粘到这儿，反正比刚才那个好。对。但是挖一个，但挖也不见得挖得到，就是好就算了嘛。但这个贴好像损木了。这样的话粘白就长，我觉得白的可能也会这样选，比刚才跟着硬抢，这两个子还不能给吃。挡在这儿？对。挡在这儿要是成立，那比打吃效率更高的多了。冲过来之后没事。这挡在这儿确实有点拼的、啊。啊，这一代他们还是比较慎重的。嗯，这个肯定是最后一个胜负处了。嗯，就是跟死活无关，黑棋活棋肯定没有任何问题。这、就是双方这个定型啊，很关键。对。如果白棋能占点便宜，刮点木回来，这棋还能收。如果黑棋就安全运转，定型的好一点，感觉黑的木数要领先一些。对，可能白棋就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争胜负的地方了，是吧？之后就是走完定完形势就去抢这个角嘛，抢角完之后就收官了。所以这就是可能是本局的一个嗯最后的胜负处，看看他们是怎么定型的。嗯，这盘棋前面下的进程很快，是不是、嗯？对，好像在中府这一带节奏一下慢下来了。嗯，但是谢晓豪时间多呀，他有的是时间想。12点开赛的话，每方2小时，现在该读秒了。对，现在应该有人要进入读秒了。嗯，已经4个小时了。嗯，现在是该读秒。哇，每方2小时的棋，5次1分钟的读秒，1点开始下。12点。12点开下啊，那还好。我想这得下到什么时候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白棋虎这个，
翻。嗯，班我一粘，你能粘吗？哦，能啊，怎么个意思啊？对，你可以断在后边。这是怎么个意思？这边还要这个冲，哎，粘是先手是吧？我可以先冲一下再粘。嗯。粘，你这个要补的，补啊，吃上，嗯。嗯，然后连回来，这样定型。肯定把要把这吃了，嗯，你把这吃了，这个角没了。你刚才点目还是给白棋点的比较松，是吧？给对。白棋尽量的多算了一些。然后实战好像就是这么下嗯，的。哎，但是他没有粘，我看看，他这个能冲吗？嗯，我们刚才看啊，实战就是这样，靠搬，然后对，粘上，然后白棋粘，这怎么还能往下冲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冲，这一反冲呢？吃，那只能这样了。嗯。吃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断了，那杀力惊人啊！那你断了，死了。白棋死了。提那这有什么？粘断，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只打完冲断杀这边，为什么？这地方冲断嗯，跟这块杀，跟这块杀白棋快一气嘛，嗯，跟这块杀是白棋快一气，然后黑棋这一扳，你是只能收气，对吧？不过吃这个，尝一个把这杀了。啊，这样子白棋再把这杀了，形成转换。黑的再得走角，白棋再把这围住，对了，对。哪个哎，先这打哪个个大？黑棋，这啥呀？这个，这个转换是什对么？呀，为什么要下得这么复杂呢？这转换谁便宜啊？判断一下，吃了14、24、30多目棋，还好，加上这40多目。嗯。45目棋，它这边目是比较干，是吧？就是一些嗯，就是子儿比子，较大，对。这个还挺大的呀。黑的不亏吧？不，不其实亏这是个吧？点整体的目就行了，肯定应该是黑的赢了，我觉得。对，我觉得这棋的话应该黑的赢，黑的不亏，黑的应该不亏。但是黑棋这波操作确实是，一定要显示一个高难度的动作，是吧？就是判断精准，转换嘛，对，应该只有转换了吧？嗯，就转换。哎，我看看啊，我们回来复原一下，看起来这应该一本道吧？我觉得没什只么能变这么化，下是吧？应该是，我不是，应该没什么这本来刚看才我们出摆的图是相对简明一点的，是不是？的。嗯，它是可以选择黑棋，可以选择相对简明，然后形势也不错，但是实战，对。自己它选冲择了一这个个，吃，对，粘上。嗯，粘断，断。黑棋选择一个相对复杂一些的变化，或者是对，朱子豪觉得就是并现不复在杂。白棋只有从这边走，下面有这个没有？嗯，白的只有冲断这个，我这边杀不过，嗯，冲，现在冲杀了，不过，只能冲，基本是一本一道，本道是吧？嗯，没有，应该是没有问冲了以后应该再接着冲。题，对，这边走不动。嗯。嗯，没问题。
突然产生了一个转换啊。转换应该还是黑的好。你说转换本身是黑棋好，还是说整体形式吧？整体形式还是黑棋，因为本身的话，我刚才也是粗粗一点，我觉得黑棋不亏。嗯，那我觉得就是黑棋好，我觉得黑棋不亏，那就是黑棋好。那我觉得真的是黑棋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很自信这些下的，你看他选择的变化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变化。嗯，我还是觉得谷子豪状态好，就是状态好，或者就是厉害，棋这盘棋黑的还是下比较顺的。他也状态好，就是算路比较准。整个调子上来说啊，我觉得黑棋的调子要更加的流畅。白棋中府这个应为中府这思路，我觉得稍微有点腻，是吧？嗯。打吃了粘，现在白棋还在考虑。嗯。但打吃粘了以后，基本上还有别的下法吗？没了，基本上就这样了。然后冲断。哎，打这个来不及是吧？来不及。反正我直接收气。收气。如果打，不是如果打吃呢？我先搬这个收气。搬下边。他如果挡这个，我搬错边了，就这个死了，搬错边了，要小心。嗯，这样子这一串这边杀气不过，这跟这边杀气也杀不过，杀不过，对，就搬完一挡收气，收金，对，哦，谢尔豪和谷子豪都是湖北人。都湖北人是吧？长得也有点像，好兄弟。嗯，长得也挺像。像吗？我看这观众评论是不是长得像？还不太像，谷子豪瘦一点啊，消瘦一点。嘴型有点像，可能都。好，站到这儿，现在还没有进行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有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两盘棋啊，过一会儿还有另外一盘也是比较精彩的对局。现在看根据时间来看，可能也不一定会结束，是不是？短时间内也不见得会结束。对，那还早。那其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啊，丁老师，我们分析是不是觉得大概率会形成一转换？对，转换。转换之后还是。黑棋形势好一些，我觉得 是吧、就是这盘棋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黑棋的形势好，对，但是因为我们还要照顾另外一盘棋啊，那我们就稍作休息，这盘棋呢也告一段落，如果以后有结果的话，我们随时跟大家来汇报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稍作休息，一会儿再见。